听完后男朋友恍然大悟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你们又不认识植物，你们拿个蚊子，3块钱一次，10块钱三次。来吧，给大家看看我男朋友的特异功能。这叫红苗，这叫秋海棠，这是紫茉莉，又叫胭脂花，这是冬青卫茅。行动不如行动，这是自行车。就知道这是自行车。还是拍照吧，来吧。Mini bus? No, no! 怎么了？现在已经带妆快5个小时了，整体妆容还是很完整。T 区稍微还有一点出油 ，C 型橘子，一个 C。没有涂声音啊！哇，绝了，直接哑光了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我现在脸上已经有5、6层散粉了，但是妆效还是很轻。你知道我现在看你像什么吗？像啥？像是你从美颜相机里走出来的。男人的嘴真香。